前置作业就是把壁矮的墙壁先刮平，这个就大概一个小时，但是整个墙面很大，但是为了说等一下贴一贴顺利，然后比较不会凹凸，这个刮平的动作是必要的。这个墙壁要先用那个刮片先把壁矮的地方先去除，哇，这很可怕，这好几年了。然后做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来用这个韩国的壁贴把它贴起来，反正就是先用刮片先把要贴的表面清除，平面干净，这样子才不会说很快就脱落了。